没错，果然是李胜。当我跑回金娇宫，就被先我一步的银娇侍卫发现了。银娇夫人将我囚禁起来，并以我的名义集结了所有的金娇，把他们全部关进了海牢，当着我的面把他们全部毒死，赤金林也都被抢走了。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。而从那天开始，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儿子。别怪娘当年抛下你，对不起，真是老天有眼，能让我们母子重逢。夫人，这么多年您一直被困在结界里吗？因为金娇宫必须要有金娇王室镇守，否则便会塌陷，所以他并没有杀我，只是把我囚禁起来了。你叫子晴？是。之前的伤势恢复得如何了？我能看得出来，你和我儿子是挚友，当初他囚禁你也是听信了谗言，让你受苦了。孩子，今天在这儿，我替他给你赔个不是吧。夫人言重了，我跟百里尾生经常吵架，不要紧的。不过这次多亏了夫人。你叫尾生，谁给你起的名字？您把我扔到桥上的时候，药师捡到了吗？我师父他姓百里，捡到我之后就给我取名百里野生。我觉得有点难听，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就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，好听点，叫尾生。好听。您看没看到我之前多厉害，多威风，刷刷刷杀了他们片甲不留。儿子，你可千万别得意呀，你的那些看似很厉害的招式是被金娇宫的能量激发，也是为了守护金娇宫，是我们金娇的使命。那我离开不就没有了？傻孩子，他还能护你自身周全呢。那有什么用啊。魏生，你那日吼出那个音浪可否再吼一遍？没错，果然是李胜。对了，子晴，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们看看。尾生，这是什么？这像是个图腾，是偶然发现的，但我也不知道它的玄妙之处。子晴，那全部图腾都找到后，是不是就能破解完整的离生了？我们现在还差两卷，找到所有的图腾，就可以找到完整的离生。奇妙。子晴，刘光，咱们俩也算生死之交了。子晴，这把匕首非同小可，你可要妥善保管，免得落入歹人之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好。夫人，您可否愿意跟我们一起回留仙岛，跟尾生一起生活？20年了，
我日日盼着能见到儿子，现如今我总算把他找到了，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再跟他分开了。儿子，你不会嫌弃娘吧？您说的什么话？您要是愿意跟我回去，我就给您在流仙岛盖栋房子。流仙岛？子晴，流仙岛美吗？美。